辽寇来犯，你不去打辽人，却在这里打家劫舍，不觉得害臊吗？哼，俺张超在江湖上混也是条汉子，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嘿，好，我成全你。你不是条汉子吗？原来汉子都尿裤子。别再为非作歹了，谁还没有家人？快回家吧。韩老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只要有岳大哥在，别说他30人，就再来300个也不在话下。进了宫，王爷，你千万得谨言慎行，无数双眼睛都看着你呢。我说你啊，怎么比我还紧张？那当然，皇上突然下了这道口谕，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，我紧张的一晚上没睡。其实啊，我也觉得很突然，要不是太子感染了风寒，这个傀儡的差事哪有我的份儿啊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王爷日日练武习文，皇上终于有垂青之意，可见王爷的努力皇上是看在眼里的，所以王爷更应珍惜这次机会好好表现。我母后她不受宠，我受到排挤就算了，可怜的是你跟着我受苦。琼浆玉液还是粗茶淡饭我都不在乎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做王妃。嗯，皇上。哎呀，你来得正好，来来来，你看你看啊，又来了批花石纲。哎，你看啊，这块石头上的沟壑褶皱真是妙不可言呐。皇上，九王爷到了。啊，让他来吧。啊，好。儿臣叩见父皇。啊，平身。谢父皇。叫什么？皇上，九王爷赵构。哦，构儿啊，金使就要来了，你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啊。儿臣明白，只是儿臣担心，如果我们对金人太过让步的话，他们会得寸进尺啊。哎，无论如何，要对金使礼让三分嘛，啊。哎呀，是父皇。来来来，哎，你来看看，这块石头更是奇特无比啊。这么多人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啊，这位乡亲，金人的使者要进城，得等一会儿。哦，好好好。
天作地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困在家山上。他们就是来跟你谈劝降一事的。不仅如此，我燕云16州，尽为金人所占领。此来，他们是来索要金银的。养肥了金人的胃口，可不是一件好事。你说的没错，当年太祖皇帝建朝之初。 就鼓励我们文武百官厉行节约，力争收支箱底，不久每年都有节余，于是设立封庄库，打算赎回燕云16州。可不曾想，历代皇上挥霍无度啊！哎，只是国库虚竭，哪里还有银子来给这些金人呢？没有银子就不给他们。 骑马打仗一塌糊涂，原来他们把心思都花在这上。哎，你听，还有鸟叫声呢，真好听。静，啊，章邯元帅，拓跋将军，各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，皇上近来身体抱恙，特有小王代为招待。 金宋素来交好，情同手足，抗辽成功，正是两方通力合作之结果。为了宋金的情谊，万古长青。小王略备薄酒，先干为敬。这酒不错，难得元帅喜欢，不妨拿几坛回去。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也不用太多啊，就1000坛吧。
这可是贺年贡酒，一年才产200坛呐、啊！哼，我们大金呐、啊，为夺回燕云16州，可费了不少兵马，你们连几坛酒都舍不得，那我们大郎主拿什么犒劳将士们？哎，既然大家喜欢，公公，赶紧备酒。是。嗯。韩老爷，韩老爷，你们二人就不必在此守候，送孝娥姑娘投亲吧。管家，在。哎，这个就当成你们的花费，你们二人在日落之前回来就好。多谢韩老爷。好。韩大人，哦，请。啊，王爷，哦，汪大人，下官韩孝胄拜见九王爷。大人一路辛苦了，快来见过元帅。啊啊，请。啊，韩孝胄拜见真韩元帅。啊，韩夫子，请上座。啊，九王爷请。九王爷请。这次请来各位将军和韩大人到这里来，就是想商议如何劝降天祚帝一事。啊，诸位，这位就是前相州知州韩孝胄，也是下官推荐给丞相蔡京大人上夹山的不二人选呐。你去告诉他，就连80万大军都被我们打垮了，他剩几千人在山里能待多久啊？啊！与其被我们生擒活捉，倒不如老老实实放下刀枪，对我们俯首称臣。是是是，这可是个忠义两全的好差事啊！韩大人，你可千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啊！这，韩大人，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凡事当以大局为重。韩某近日旧病复发，此次从相州到汴京这一路之上又受了不少惊吓，多亏感战士沿途照应，韩某这才顺利到达京城。别说是上夹山寻天祚帝，恐怕是到了夹山，连天祚帝的面都没见到，却见到牛头马面了。樊龙。咱们好不容易到了汴京樊楼，咱们要不好好吃上他一壶，不就白来了吗？大哥，大哥，走。哎。喝酒赴账，天公地道，难道你们北蛮子
在圣经的酒楼里都是白吃白喝的吗？得罪兄弟们，找死！没听见小二说吗？这么贵的酒砸了多可惜啊。你们等着，走着瞧，等着。呸！哎，好汉，哎，你够厉害的啊，好本领，多谢出手相救。啊，对了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河北宣抚使刘将军麾下。哦，岳飞。哦，好汉，在下王贵啊。哎，我叫牛皋啊。刘兄一身好武艺，为何不投身行伍，创一番功业？哎呀，其实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。等俺回家安顿好老娘，就去平定军找你们。好，说定了。后会有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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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本帅以为你们大宋会有什么好点子，原来你们把所有的宝全都压在这个行将就木的病夫头上啊，把我们大金上下当乐子耍吗？本就说好宋金合盟共同发兵，可是现在你们不但一个城池没打下来，让你们去劝降天祚帝，还推三阻四，那么这样的合盟有何意义啊？在我看来，这支合盟要重新结果。哎，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这些都是大宋皇帝送给大帅的见面礼，请笑纳。哇，好漂亮的珠宝，真好看。这些东西算什么？真正的好东西都在他们的皇宫内院呢。真的吗？早晚有一天，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。来人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抬走。是。大帅，关于劝降一事，小王一定会办好的，请放心啊。老爷，岳飞已经恭候多时。小娥姑娘怎么还在这里啊？韩老爷，李姑娘亲人已离开汴京多年，去了哪里没人知道。韩老爷，我已经无亲可投了。啊，小娥姑娘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与你父亲同朝为官多年，交情颇深。这样，你随本府回去可好？谢谢韩老爷。我不管他是谁，是哪路神仙，反正这个仇我一定得报。对，一定得报。报什么仇啊？我已经看过了，此人枪法十分精准，哎，招招杀绝，却不致命啊。功底呢，
绝非一般。我倒是知道，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咱们。我就知道你人脉广，快说是谁，带我去见他。带你去见他倒没关系，但是你看啊，这山路哇又远又高，我最近啊这个脚气病又犯了。哎呀，你得脚气了？痒，特别痒。哎呀，拿元宝来。两只脚啊！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会备足银两的。行，备足银两，马上出发。大哥，哎呀，老弟啊，好久不见。大哥，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你这个鬼机灵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！哎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兄弟张超，他呢有些事想请你帮帮忙。大哥，就让大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向州知州韩孝胄路过我的地盘，本来想劫了他赚点钱，却不知打哪冒出个毛头小子，把我弟兄几个都打伤了，我这条胳膊也没法动弹了。这些兄弟的伤势我看过了，不是手筋被挑断了，就是脚筋被挑断了。那个人枪法精准，废其身而不伤其命。是是是，他一个人连削带打，我们弟兄几十号人都被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小弟知道这里高手云集。哎，诸位绿林好汉，谁若是能替张超报了这个仇，这箱金子都归他。兄弟们都听见了吗？谁来？谁要金子你不要命了？嚷嚷。真有这么神乎其神吗？枪法精准。有何难？金锭十箱，银锭十箱，牛马三千头，绸缎五千匹，瓷器三千箱，翡翠是龙脑十尊一件，象牙五十对，犀牛角五十对。行了行了，都是这些东西。皇上，宋人虽然给咱们进献了不少珍宝钱币，但这些玩意儿对他们来说就像草原上的几只羊羔。皇上，赵吉那老儿喜欢石头，单从苏杭运送的花石纲就累死了上万的劳力，散金无数啊。这不仅羊儿不下奶，咱们大金得集体大宋，让他们多下点奶，这样咱们才能吃得饱啊。老二你怎么看？老二，
我知道你肚子里又在转什么鬼主意，有话就直说。老大，你别以为咱们灭得了大辽就能灭得了大宋。咱们女真人少国贫，这次已经元气大伤了。那宋朝虽然是千疮百孔，可自汉唐以来他们苦心经营多年，大宋的繁荣和文化已经累积了多年，不容小觑。早年大辽皇帝南征虽然是打下了汴京，可随后不就死在他们的土地上了吗？有多少羊便取多少草，这么简单的道理恐怕三岁的孩子都知道。老二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行了？我有多少羊？我在外征战的时候，难不成你天天躲在我的帐外数羊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女真人能占了大辽的地盘，凭的就是咱们新奇，否则不管是辽还是宋，他们就算吃了我们所有的羊也不是难事。你们说的我再想想，咱们改日再议。对了，今日商量军情，为何不见乌珠的人呢？他哪里去了？展寒，把乌珠给我找来，我听听他怎么说。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我不知道有何要事。灭辽之后，下一个就是大宋。然而，年罕和窝里布对此争执不下。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。大宋如今是军昏臣庸，此时不战，更待何时？我担心的是，万一打败了，没吃到宋，却被他们给吃了。皇上放心，按我对宋人的了解，他们如果能收得回来燕云十六州，就会很满足了，可以找个借口打一下，试探一下大宋的反应。小娥，如果你不嫌弃，从今以后就把这韩府当成你自己的家啊。韩某我膝下无女，你就做我的女儿，我一定会像亲生女儿那样对待你，你看可好啊？谢谢韩老爷。哎，怎么还叫老爷啊？谢谢爹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恭喜老爷。哎，还不带小姐下去安顿下来？好，小姐，请随我来。去吧。怎么回来了？哎，奇怪，不是在当赶战士吗？贾丁，
酒菜快快上来，银两备足。是老爷。有什么话喝完酒再说。韩大人，酒菜和银两都不必了，我们兄弟还急着回去复命呢。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一路之上多亏了你们兄弟照顾我，否则老夫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和杨再兴要来劫庄了，王贵，你先回去，找刘大人派些援兵过来，我在这里布置防守。平生最恨这种绑匪。敢问尊姓大名？哎，你不用谢我，这月黑风高的，你赶紧赶路去吧。多谢了，多谢了。驾！王贵、张佑、岳翔，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朝廷，下安黎庶。有要事在身，要见刘将军。王贵啊，我们在京城刚见过，当初你跟岳大哥在一起是吧？你也来投军了？是啊是啊是啊，我正是奉岳大哥之命前来，有急事要见刘将军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好好，都自己人，放下放下，让开，快让开，都让开，让开。截查朝廷重臣，还寻衅滋事，这些贼人嚣张到如此地步。眼下岳飞正在皱锦堂抵御贼人，请将军速速发兵。我想岳飞哥哥武功高强，又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那张超就是个小毛贼，再加上杨再兴，不过也是个垫背的，确切不可轻敌。这个杨再兴可不是无名鼠辈。将军可有耳闻？你们可知道杨再兴是什么人啊？他乃曹成手下一员猛将，素有些能耐。当年曹成率兵十万劫掠岭南，杨再兴为先锋，单骑攻入敌阵，以一杆丈八长矛一路闯关斩将，数日便夺得了道州、贺州，从此声名显赫。哦，这小子倒是有些本事，我想去会会他。牛哥、王贵，在。你二人带2000兵马随本将军一起速解祝锦堂之危。到令。韩孝忠，你要是识相的，把门给老子打开，把人给我交出来，奉上白银1000两，把张超就放你一马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如若不然，今天我张超可要血洗祝锦堂了。这仗怎么打呀？是啊，怎么打呀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不要吵了。大家不要怕，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打
退强盗的。人家外面1000多人，就我们这点人，我们怎么打得过人家呀？是啊，多人呐，多打不过千多人呐。姐姐，他们不打了，我跟你一起去打。你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呀！你给我住口！你们大家看见了，连我的女儿和她的丫鬟都敢拿起刀枪来对抗强敌，你们几个可倒好，你们堂堂七尺男儿，有何颜面站在这里还说这样的话？这种事情还是让我们男人来做吧。周锦堂乃相州第一名媛，不能毁了周锦堂，我一个人出去对付他们即可。这样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拖住他们。你们万万不可出来，等刘将军援兵一到，自然就会化险为夷。岳大哥，那些人都是不讲理的强盗，你不能去。放心吧。枪快，还是我的毛厉害？今天，只要你打赢了我，我保你平安。如果我要是输了，我愿以我的性命来换取周锦堂。这。滚！